好吧，来，我是最后一个闪电奖，有计时吗？今天有计时吗？那个，我刚刚就是那个阿木在上台讲的时候，我就哭成稀里哗啦了，因为今天这一次这个大会最美丽的一个误会就是 Go， 他拿一张 Go 贴纸是什么？是 Go 语言，是 Programming Language， 但是把它化成一个力量 Go， 对，这就是最棒的一个 Go Go Go， 他拿着一张 Go 语言就冲了。那今天我们全部的活动即将结束了，那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将近130位，都是在常常都是在线上工作，然后这是我们真实在工作的状况，就是有一大堆的 tab， 就是这一层组全部的 tab， 就是一长串我拉不完，然后所有的这个表格，然后我们有一大堆 slide， 然后一大堆讯息，在三天前就是都是呈现我们的想象都是这样，然后慢慢就变进化。就是所有工作人员开始动了，那这是完全是从社群发起，然后社群募款、社群执行，然后是分散式，全部的工作人员都用他们零碎的时间加入这个团队，然后来办这个活动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活动，对我们整个社群，还有对广大的公民文化、公民开放文化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吧，一点点小小的动力。那就是摄影组丢了大概一头拉狗的照片，所以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照片。那今天早上8点我们就全员集合，工作人员全员集合来照相。那等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照，然后也预告一下，等一下所有的 speakers 在我们闭幕完，我讲完这个之后，大概5分钟、3分钟之后，我们等会 speakers 全部请到台上来，我们来一张大合照。然后呢，就是一大堆奖子就来了，每一张一张脸就来了。然后那天有人说，好像女生还是少了一点，我们下次再多一点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再多一点不同的族群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这是我们这几天的，我刚刚挑照片挑到一半就哭了，所以就对。然后很多的 talks， 很多的这个演讲，然后我看到 Ethan 居然坐在地上，那场是什么？太满了，就是好像是社群的负能量的那一场是吗？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负能量、正能量的这个正常健康的交流啊。然后各种的设计，还有这个是想问一下，有交到新朋友吗 ？Making any new friends here? Yes.会继续交流吗？还是就拜拜了？会吗 ？Go， 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刚刚口译组他们没有放这个珍贵的照片呐、啊，因为他们被那个狱政是不是？监狱改革体制运动的人笑说，他们口译组比那个监狱里的监狱里的状况还要糟。那个 RS 你怎么没有放这张照片？就是他们就三个人挤在里面，很悲苦哈。那这就是这个工人的现况。然后这一次连三天都是吃这个便当，我实在非常的佩服那个食物组，给他们一个鼓励好不好？连三天三种口味，然后所有都回收，因为我们第一届办的时候被环保运动的前辈指教说，好像可以再环保一点，所以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是吃这种便当，好吃，我觉得今年更好吃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气泡水感谢，还有人喝到啤酒吗？有没有人喝到啤酒？我没有喝到哎、拿太快了。好，然后最后感谢那个有我有配乐，对，我们全场都有那个音乐哈、哦。我们感谢这个乌牛兰大护法，那个有一点暗暗的，就是闪灵霍城最大赢家。然后他今天有来现场，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个音乐的 list， 然后最后一刻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公播，所以我们就找了就是有可以公播的 list， 然后就得到这个。就是 Freddy 说 OK 啊，这个目前是公播，所以就是三天都播这个音乐，来下一下音乐吧。好，闪灵霍城最大赢家。好，感谢我们的音乐。那最后感谢所有的这个合作伙伴。那我
开幕的时候我有全部念过，我今天就脑汁有点不够了。好，那感谢大家到这个大会，然后参与三天，可能有人没有参与三天，但是希望每一个时刻你参与都有一些收获。好，那如果没有收获的话，也可以分享你没有收获，就各种都可以来再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大会结束，然后呢，还有重要事情就是 speaker 来 photo time，speaker 来请上来，然后我们来点 rock 吧。好，主持人，speakers， 讲者来，我们先来一张大合照，来。闪电秀的也来吧，啊？主持人，来，眼不关心足球轨迹，好，工人，好来哦。